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免费换脸工具，只需要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将你的脸 P 到另一张照片上，而且效果还非常好。这个是我用豆子先生生成出来的雷神造型，放大来看，连皮肤光线的细节都做得非常好。这一张是美国前总统造型，牙齿也能做得如此精致，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些生成出来的效果，你们觉得呢？接下来马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制作这些 AI 换脸技术。首先需要先安装 Discord 和注册一个账号，如果还没安装 Discord 和不知道如何注册账号，可以参考我先前的视频，我会将视频链接放在描述栏里。接下来还需要点击这个 Discord 的链接，我会将这个 Discord 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描述栏里，你们只需要到描述栏里找 Inside Face 的超链接，然后点开它，接下来就会来到这个登录页面了，输入 Discord 的登录账号与密码，完成后点击登录，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了，点击这里选择一个服务器，一般上新账户都会自动建立一个服务器，选择它就可以了，我就选择这个以我的用户名为名的服务器，接下来点击继续，再点击授权，然后进行机器人验证，完成验证后就会来到这个画面了，点击前往我的服务器，刚才一系列的操作都是在浏览器上进行的，现在可以打开 Discord APP 了，选择刚才所选的服务器，在聊天室里就会看到这个信息 Inside Face Swap， 现在输入斜杠，现在输入斜杠 Save ID， 这个命令就会显示出来，选择执行它，然后在 ID name 之后创建一个名称，比如说这里我命名为 Merbeam， 接下来点击 Image， 选择豆子先生的图像，然后就会看到 Image 后面出现图像的文件名称了，接下来点发送，完成后就会看到他回复 Name Merbeam Created 创建成功，这个只需上传一次，下次只需要输入 Merbeam 就可以使用该头像了，接下来输入斜杠 swap 打开指令，这里的 ID name 输入刚刚豆子先生的 Merbeam， 然后点击 image， 选择要修改的图片，我会使用这个超人照片，完成后点击发送，现在只需等待生成结果，很快就搞定了，这个就是豆子先生的超人版，这个神情是绝对跑不掉的，真佩服，放大来看，那些细节都修得很好，如果要用 Photoshop 来修，这种功夫可需要花费很多精神和时间，现在的 AI 实在是太厉害了。最后如果想要保存这个照片，点击右上方的三个点，选择 Save 保存，这样就会保存到手机相簿了，现在到手机相簿查看一下，这个是原图，这个就是了。最后还要让你们知道的是，这个 Inside Face Swap 每天会提供50个 credits， 每次生成图会消耗3个 credits， 最后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们，喜欢这类型视频记得订阅给赞，谢谢大家。